大家看到这个影片，是不是以为是碧血狂鲨或是荒野双角龙的新作呢？其实这是来自开发过 Hard Reset 和影舞者等作品的开发团队 Flying Wild Hog 所带来的原创奇幻新作 Evil West。在这款已被黑暗吞噬的美国边疆地区为背景，主打西部牛仔以及吸血鬼为题材的完全新作中，玩家将化身一身牛仔劲装的超级英雄，身为高度机密吸血鬼猎杀组织最后的几名成员之一，一肩扛起守护人类重责大任的玩家将挺身而出，铲除吸血鬼并拯救美国。制作团队表示，玩家可以在血肉横飞的战斗中，利用各式武器、闪电手套以及其他道具大肆屠杀。在这个以剧情为导向的战役模式中，除了基本的探索与战斗之外，玩家还能够一边升级武器和狩猎工具，并解锁新技能，以应付越来越险恶的市局。除了只身一人之外，也能够召集好兄弟一起线上合作。你准备好在明年与好友一同展开史上最狂的奇幻西部冒险篇章了吗？光荣系列的革新之作，运用真实地形规则，以少胜多，享受顶级谋略交锋的快感。三国志战略版现正预约中。